珠海长隆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就10点钟了，就是不急不赶。大家好，我叫小水呀。中午12点钟去海洋王国。人家都要回去睡午觉了，我们刚出来。那个已经在表现的目的。快点！每个项目都可以。这是我们的快速通路，我们第一个又是来做旋转木马。啊，这个好快好快呀！首先看到企鹅了吗？哇！哎呀！来喽！好，换一只手拿宝宝，我。